望你原谅，求你原谅。你要做什么？我在马来西亚，我在吉隆坡，我当中领导，一个佛友得罪另外一个佛友，他怎么说那个大寿？那时候我在用餐，用餐，他突然站起来跟他说：“双手合十，师兄，希望你原谅。”那个师兄，不行了，他还是求你原谅。求你原谅我，那一餐没办法吃，吃不下。他就是不理他，他就一直求求他原谅我，求到最后心软的，就是心软的。好了，你以后不要这样，我们吃好不好？我们就吃不下，吃不下。没关系，那一餐够吃了。为什么？化解。还有餐嘛？他突然站起来，我跟会长在讲话在聊天，他突然站起来，两个都女士嘛，女士都女士，他跟他讲，就是有希望他上来。那个会长看他两句他还不求上，还不人家不原谅他，会长说那你跪下去，会长叫他跪下去，他总不要跪下去，啊买买，不要不要不要。以后就不要再计较，你看一句话，请求忏悔。这人正常现在在求忏悔啊。如果他不记得跪下去靠，那你还得管着我。这是老话，有人信啊。学佛的人，我们决定不能冤枉自己，我们也不能损害自己，面对一切众生。恭敬很困难，还得要去做，因为必须把它化掉，不要留到来生来世。很辛苦啊！不管是夫妻还是子女，有很多是怎么来的？我们换两次照顾面，把它赶赶离开，要明白。好，我们面对过去错，我们承认，我们说忏悔。我们发入场，内心呢、啊，他毕业自己内心呢、啊，沉淀已经沉淀了，完全没有思想，完全没有思想，整个身心清净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在这里让我们沉淀的是南无阿弥陀佛，六个字、四个字都可以。世尊在无量寿经里面嘛，他教我们称念南无阿弥陀佛。如果你习惯，你就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也可以。但是我们共修大家在一起，我们起四个字的，我们就照念四个字的阿弥陀佛，也可以。诚则你，只要你的心诚。自然就有感应，大家就有什么话，那叫什么老实，老实去往里看，叩跪下去，抬头，我现身，极乐世界，你自然看到。我们今天呢，能做得到吗？能做得到，还是一样灵验的不得了。问你呢？问你怎么拜，怎么念？有没有看到？没有。这个没有。跪下去，头抬起来，摸低转一秒。是头晕脑胀。人家跪下去，头抬起来，阿弥陀佛现身西方极乐世界，看到。我们今天跪下去，头抬起来，什么都没看到，站起来还要忍不住。你看他多少？他在哪里？罪业没有忏除。好，罪业没有忏除，有的还是听不懂啊。
我们讲直接一点，心没有虔诚，没有恭敬，心没有虔诚，没有恭敬，有来由的哦。你心里面还在胡思乱想。你在动念，你嘴巴念佛，你头脑在动念，就这样。什么时候你在念佛，你嘴巴在念佛，你没有动念头，没有想东想西，一直念一直念，心中念嘴巴念通通都可以。嘴巴念不要动念头，不要胡思乱想，不方便念出声，念在心里，一句接一句啊，像那个我们啊高智书悟那个实练法很清楚啊，每一句都很清楚啊，帮助你注意力中啊，他帮助你注意力中，不会让我们再去胡思乱想。能帮助我们注意力集中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打妄想的都很好，那个都是念佛心清净，念佛心清净自然有感应。心清净请问哪个意思啊？那不叫消业，这叫念佛消业。靠什么？靠清净。如果心清净，不打妄想，不胡思乱想，这样子。所以我们要真正求往生，一定要先忏除自己。所以下面这段经文，我们可以很深的感受到，为什么阿难尊者的修行